哎，我妈跟你说那个蒸包子的时候，我送这儿要不要西红柿泡？你记得吗？周总，您还需要加点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先回一下微信。啊，好。你看看，这是什么心情？自己种的，再见。薇姐，你知道我？你说我来北京是不是来错了？来都来了，对又怎么样？错又怎么样？杰克头顶上永远悬着一把被收购的剑，资本市场被包装、被收购，卖个好价钱是皆大欢喜的事儿。可师傅不愿意，所以逼着我来了。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不是为这件事儿来的。我忘了是谁具体说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未来最珍贵的不是地产，也不是能源，是科技，是数据。这个道理，师傅他肯定知道。他呀，嘴上说懂，他心里未必懂。当年你爸跟你师傅分道扬镳，就是因为这个。一个说技术是王道，一个强调销售才是上帝。那么他们两个说的，谁对谁错？事实证明，你师傅对了，但他也未必永远是对的。接下来的事儿，就要看你们怎么做了。看我们，这回去我一头浆糊，我能怎么做？你跟师傅这么多，周总找我，帮我订一张今天晚上的机票。这么晚还要走？有些事儿电话里面说不清。下午开会的时候，我交代的那几件事儿，你一一帮我盯死了。哎呀，好。我教你一招吧。哎。你现在见到的所有人，都是你的潜在客户，懂了吗？这不一对一都定好了的吗？有句歌词叫什么来着？山不转水转。我明白。你们有什么事儿在群里说啊？大晚上的又要出什么差呀？
明天就是周末了，你舍得让我一个人在这儿过呀？奶奶，您在北京不熟，别出去乱走啊。你放心吧，我最远的也就是下楼去买个菜，这总行了吧？你出门的时候关窗户，关天然气啊。瞧这啰嗦的，你怎么跟个老太太似的？奶奶，你的手机号码除了我跟杨璐之外，还有谁知道吗？你别太小看我了啊！奶奶，你不会用的是微信摇一摇吧？正儿八经邂逅的，人家约我明天逛街去呢。奶奶，您给我看看。我不给你看，万一被人给骗了。骗我？除非我愿意让人家给骗。给我看看。奶奶，给我看看。这，哎呀呀，哎呀！我要睡美容觉了。哎，别关门呀！啊，奶奶，别被人给骗了啊！我准备出发了。我真谢谢你，今天要不是你帮着我呀，那鞋他们鞋店就不给我收拾了呀。带我去哪儿啊？我先去踩个点儿，明天带你去。我压根就不会去，再见。呵呵。钱了，有一笔大买卖，多大？天大地大。说人话。哎，Card 云计算，豆子，这个您不陌生吧？要不要一起搞一个云计算基地？你还懂这个？嗨 ，Card 嘛，分这个 S、P、S、Pass， 不是 S、Pass、SaaS。我知道你有一项巨牛的技术，就是那个，哎，等会儿啊 SaaS， 具体什么 SaaS 呢我不太清楚，但是我清楚你缺 S， 所以不能 SaaS。 我现在想说的是，我有 S， 我们一起 SaaS 吧。绕口令绕得挺好的，你敢再重复一遍吗？哎呀，周总，你别拿我开玩笑了，真的，我知道怎么搞到钱，我不是吹啊，我刚拉了一笔不小的投资，正打算投建云计算基地，要不算你一份？你要知道，做基地不仅仅需要钱，还需要有资质，你能搞得定？周总，在我老曹这儿。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行，方案留下，我先看看。哎，我直接把电脑搁这儿，放后边，记得看啊。你有 IS 是吧？我有 IS， 有 IS。我有 SaaS， 有 SaaS。你有钱？当然了。我知道自己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蔡主任，小雨，今天的饭局我可是费了好大劲儿才攒成的哈，你要把握机会。好嘞，
我们这吕总呢，就一个特点，只要把他喝好了，什么事儿都好谈。主任，我不能喝酒，一会儿还请你帮我打个圆场。你傻了吧你？我告诉你，小云，这可是饭局，不是开会。我劝你今天把那方案收起来，今天不谈合同，只喝酒啊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磨叽啊？来来来，李总，肖云到了。你好，李总。你好，你好，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我在吕总旁边专门给你留了座位。请坐。蔡主任，我不坐那儿，你坐吧，我坐你旁边就行。是给你留的。随便坐。随便坐，随便坐。啊，谢谢谢谢，你坐我旁边。哎，距离产生美。吕总。还没喝呢，就这么好说话？那必须好说话。大数据表明，现在的人都要减肥，讲究健康饮食。哎，我安排的这个菜，二位女士还满意吧？特别满意，没毛病啊！这是我们公司新的方案，请您看一看。哎呀，这都说好了，光吃饭不谈工作，给自己满上。先吃饭，吃饱饭以后才有力气谈工作，对不对？就是嘛。李总，哎，主任，其实我这几天不太方便喝酒。嘿，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有任何不方便的，喝两口酒，马上就方便了。可不是嘛。哎，但是呢，我一定舍命陪君子。哎，我们之间这个信息有点不对称呢。就一杯酒，怎么就舍命了呢？这个酒是什么？酒是真情呢。哎，我觉得这个酒杯太小，就完全盛不下我们之间的真情啊！哎，换个大杯，换个大杯。服务员，换大杯，换大杯。好，来，李总，这杯子够大吧？够大，够大。来，先通晒一下规则。这个尺寸有没有问题啊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哎呦，哎，这个小肖这个业务打法完全 OK 啊。那是。坐坐坐坐坐。来来来。来，坐坐坐坐坐。梅总。梅总。那这事就拜托你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来吧，你就等我电话就行了。梅总，那这事咱们就说定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李总，嗯，这个呢是我们公司新出的项目，它主要的呢就是核心算法。我们之间啊，要拉起一下水位。嗯，人生就像赛场，上半场，学历。职位啊，权力、业绩、薪金比上升，嗯，下半场呢，血压、血脂、血糖、尿酸、胆固醇比下降，上半场叫顺势而为，拼命，下半场事在人为，认命。梅总，梅总，先生您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，座位上有水，您可以自己饮用。不是你怎么搞的？
你这个专车可以平客的吗？梅总，刚才您助理啊委托我把您护送到家。这是我名片，梅总。杰克，我是杰克的销售，同时也可以是您的司机，免费的。那这样，我干了，您随意。来来，我们之间也要有粘性，你一大口，我干了。一会儿毛巾嘴了，哎，我们之间的真情啊，你把它都吐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吕总，对不起，我这两天真的是不能喝酒，所以我……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这真情呢，我是一口一口往下喝，你呢是一口一口往外吐，你没有为我们这个氛围增加温度啊。吕总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不陪您喝，是我真的喝不了酒。小云，这事儿就你不对啊！说什么呀？还，我们吕总真心实意跟你谈合同，你怎么这态度啊？吕总，哎，你说这合同还怎么谈啊？没那么严重，补上。梅总，我知道你特别爱车，我家那几辆车，你要是看得上眼的话，直接拿去开。哎，你们杰哥现在都有租车业务了，交个朋友嘛，有点意思。来，先加上微信去。梅总，您直接扫我。梅总，正好我也加一个呗。我不去。明天有戏。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？方威说肖云喝多了，要去救他。肖云能喝吗？销售部就属他能喝。啊！干嘛去？救肖云啊！一个能喝都求救了，这得喝成啥样啊？吕总，蔡主任呢？哦，他接孩子，先回去了。过来。那我看我们也差不多了吧？过来。行。过来啊。就我这个表达能力，你看看，到这儿来。我想好我不会为难你。哎，考考你，人身上什么地方最暖和？心脏。这位是谁啊？哦，吕总。他们是我的同事，知道您能喝，所以特意来陪您喝。来，吕总啊，我陪你喝。哎呀，我敬你。哎，别干，慢点喝你。没事，我慢慢喝。行。
哎呦，好酒量！来，李总，我再给你满上。哎呀，你不能这么喝、啊。来，李总，吃口菜行不行、啊？少倒点。哎，你来，李总。哎呀，咱慢慢喝啊，不着急。你刚来的，我前面已经喝了半天了，这。怎么？我看你也没喝很多呀。我怀孕了。骗谁呢？开什么玩笑？我刚刚都吐。你真怀孕了？三个月了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骗你。可是我真的是害怕丢工作，我害怕我回来之后我的位置就没有了。我认识一个客户，本来他是一个经理，拆家回来就变成一个职员了。你也知道我们公司人员变动大，所以我害怕。我也不想骗你们，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。别哭了，对不起。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。什么事儿？等我替你喝完了这顿酒，再跟你说。好，等会儿看崔龙，喝不死他。哎，可别呀、啊，可别让崔龙喝死他。那李总是我客户。哎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这两个轮子已经够快的了。你先把崔龙车子里的梅总送回去。你们这是惯到了几个总啊？你挪挪地儿，我来。喝好了吗，李总？嗯。少爷，您干品好。我先干为敬。哎，你是别干。别干。不能干！你们这一来，那就把这个气氛一下就顶上去了。干嘛呢？不行啊！李总。喝完了，出来接着喝呀！慢点啊！啊！你还没走啊？哎！哎哎哎！哎！小心啊，华，没事。姐夫，哥，我没事，我跟你说啊。
云姐，我其实早就原谅你，因为我是真的想辞职，但我就是管不住我这张嘴，不想对你说原谅这两个字。我知道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其实我是嫉妒你，你在北京有家有老公，现在还有孩子，我呢什么也没有。你爱我，你要吐你就吐，别拿话恶心我。不是，你这个司机怎么搞的呀？你品格批成这个样子，我投诉你，我投诉你啊！我别吐啊！罗家，你要是先给张楠发信息求情，昨天晚上我要的材料发到手机里，赶紧发上来。做销售的周末还在群里吧？说话呀！谁呀？外卖，给您放门口了啊！我没电话。喂。送我吃的就能堵住我的嘴。至少吃的时候可以。你堵得了一时，堵不了一世。想不想跟我一起吃？你是不是在吃叉烧包啊？
我猜你在喝咖啡。你尝尝西式的。哎呦，你急什么呀你？你作业消停吃不行吗？我约梅总，时间来不及了。哦，那给这个。哎，嗯，林姐，你会不会缝扣子？你把我当大小姐了？这缝扣子我还能不会？哼，林姐，谢谢您。好嘞，这儿啊。哎，云姐，云姐，哎，云姐，这是你家啊？是我家啊。你喝断片了？啊，你家床可真大。哎呦我天哪！你醒了，赶紧去吃饭吧。啊啊。缝好了，你不吃啊，云姐？没事。你洗没洗手？我帮你拿一个。对，拿筷子吃。我洗啊，我刚才就洗了。哎，姐早。早。我咋这么饿呢？就咱俩没吃东西。叶云，早不早？你吃的比兔子还要多。你说你跟人家梅总第一次见面吧，就整得跟人相爱相杀似的。不可能，我觉得不可能合作。哼，你还跟人整说什么？哦，整个大中华地区，乃至整个东南亚，你都好使。咋的？叶叶，走不走？哎，他不走，我走。你顺带捎我一声，啊，省了我要挤地铁了。囧字你会不会说？我烧你！哎呀，姐夫，谢谢你啊！你在哪儿上班啊？我开网约车的，开车就是上班。嗯，开车你挣多少钱啊？走。想什么呢，云姐？我想家了。我家就是你家，房子小了点儿，离城里远了点儿，但是你要是喜欢，随时都可以来。恐怕来不了了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云姐。其实我不适合干销售，但是我的拖延症吧，让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跟周总张嘴。亏得你记了我一下。你这伶牙俐齿的都不合适，我这笨嘴拙舌的就更不合适了。你没有退路，为了孩子你也得挺着。我不一样啊，我还能回家。回老家？我爸替我找了份还不错的工作，挺稳定的，我还能多陪陪他们呢。不再坚持坚持了吗？万一梦想成真了呢？云姐，
我做这个决定不容易啊。你啊，可千万别把我往回拽了。前几年我也试过回老家。待不住，人走了吧，再回去就是客居了。云姐，你说的我都明白，而且我也知道自己的毛病，说话不过脑子，想问题不管弯，还不会看别人脸色。但是呢，我现在是年轻啊，同事也好，客户也好，还愿意多看我两眼。在以后呢？那你这两年的人脉资源和客户呢，就这么断了？其实那都是老雷的。既然你决定了，我就组个饭局，哎呦，你也跟大伙说个再见。不要不要，坚决不要。我怕我肯定会后悔。那周总那边呢？周总，这个我还真没想过。周总，周总，我承认上次我交辞职信给你的时候是我意气用事，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，我真的要走了，没有为什么。故事。